好，我是这次那个休斯顿校友杯的组织者。然后我们这个校友杯一共有十支球队参加，包括清华大学、中国科技大学，还有交通大学，就是两岸五所交通大学各一块儿，就是包括台湾大陆的交大一块儿，还有中央党校，实际上是各个学校因为有拥护党的领导，然后就是合成一个队，然后叫做中央党校，还有石油大学，就是国内石油大学也组成一个队，还有塔木，就是那德州农机大学，他们也远程从 College Station 到我们这儿来玩。然后这个比赛呢是分成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就是上个星期已经打完了，第一个阶段有20场比赛，然后一共因为10个队参加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一整天的赛事。然后这个阶段就是说上一个阶段的前五名是超级组，后五名是那个冠军组，所以我们这比赛也是非常激烈的，然后基本上我们还要打一天。这次比赛就是说设两个冠军，超级组就是超级组冠军，然后那个冠军组就是冠军组冠军，我们还另外设了一个盛世美颜奖。盛世美颜奖就是说让所有的人进行一个投票，看谁的队服更加统一，然后谁的精神气儿更足。然后在网上已经有将近有8000多票，大概有8000多票的投票，现在交大暂时领先，我估计他们应该也是这个冠军。所以这个我们大老爷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世美颜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然后这个比赛大家都非常友好，因为这是休斯顿所有的踢球人基本上都来了，大概总人数达到三四百人，所以说我们这是个非常非常友好的赛事，然后也是个交流的赛事。所以说在大夏天，虽然很热，但是大家还是很高兴参加这个比赛。进是吧？唐进，加油！谢谢。哎呦，这球！
校友杯超级组冠军可大！好，2017校友杯冠军组冠军。